喝酒啊！看一下好不好？遇到警方盘查，原本假装镇定的机车骑士，竟然抛下大着肚子的妻子转身，拔腿就跑。然后去哪里？男子就这样跟小巷子狂奔，警方骑着机车一路猛追，当街上演追逐戏码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 不行哦！约莫跑了一公里，男子气喘吁吁，终于累了，当场被逮个正着。你跑什么跑？你跑什么跑？ 到底做了什么事要跑成这样？原来这名23岁的江姓男子，因为违反强跑弹药管制条例遭到判刑，但他放不下怀孕的妻子，拒绝服刑，惨遭通缉。他在逃跑时，因为担心他老婆有生意，如果载他老婆逃跑的时候，可能比较会发生危险，所以他就直接就弃车逃逸。江姓男子辩称，原本想载着妻子去买婴儿用品，没想到路上却遇到警方拦查，才会放下妻子逃跑。虽然用情至深，但犯罪毕竟是 事实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归案。记者陈广仁、江景成台中采访报道。